七日，韩国音乐实践者联合会方面表示，最近得知了全泰冠会员与肾癌抗争妻子也辞别了的消息，因此用部分闪耀的支援金和英世莲的疾病慰问金支援了全泰冠会员。英世莲虽然有自己的病危慰问金制度，但恰巧在 Shiny 金钟铉基金会闪耀的支援下，正在展开支援生活困难的会员的紧急生活费支援事业。英世莲会长表示，人都会经历好的时期和困难时期，在困难时期能够施以援手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，英世莲会成为经常施以援手的朋友，希望全泰冠会员战胜病魔，并祈愿全泰冠早日康复，同时表示感谢闪耀的支援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